最近一项调查显示，六成国民愿意尽快接种新冠疫苗，比一个月前多出了12%，加上最终会考虑接种的国民比例更达到83%。不过民众不满疫苗接种安排与分配进度缓慢，引发不少疑虑担忧。家国纵横，星期五东岸时间晚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，城市电视播出。幸福商风素之家国纵横是由幸福商风素赞助播出。